好，那老师看新闻啊，知道了我们市长有三个儿子，哇，所以呢，他的儿子应该也在放寒假，对不对？我们想不想知道市长的寒假在做什么呢？想不想知道？想。我们鼓掌欢迎。好，老师好，各位同学好，还有局长妹妹好，各位女朋友。那我分享一下我暑假做的事情，我暑假做好多事情，哦，寒假，寒假做好多事情。过年期间，哇，你们一开始就吐槽我，不可以欺负新同学。那我暑假我有三个儿子，三个小朋友。那为了让我太太好好休息，我就一打三。一个人照顾三个小朋友，但是最后结果变成三个小朋友，让我很崩溃，所以后来赶快提早上工。另外过年时候还有打羽毛球，会打羽毛球举手，你们很厉害吗？下次跟我一起打好不好？我也没有很厉害。还有过年时候我还有做菜，会做菜举手，我看你帮忙吗？切菜啊，洗菜啊，会吗？会帮忙洗菜，还是你们都只是负责吃？没有。啊，有会帮忙洗碗的举手。哦，都会洗碗。那这时候弯主厨有做菜，我做了爆炒三鲜，好有海鲜，然后跟青菜一起煮，漂亮，想不想吃啊？以后。公安叔叔炒的菜都很好吃，也很有营养。市长，就是因为现在北市某大一推行这个书包减重啊，那其实很多小朋友其实因为课后或上安静班才一般书包才无法去减重，那这部分是否有更多对策吗？或者鼓励小朋友上课外课程这样子？身为孩子三个孩子的父亲哦，其实我也非常关注孩子书包的重量。我们都很希望孩子书包能够越轻越好，当然也不影响他的学习。我们先从学校开始，我们进行书包减重的规划，所以也透过很多方式告诉孩子们，其实今天会用到书本，我们放在抽屉柜，不会用到就放在学校的置物柜，就不需要每天把所有的课本教材放到书包带回家，又全部带到学校。当然还有一些小paper，比如说水壶不要装满水，那到学校以后饮水机再装水等等。我们希望透过各种方式一点一滴让书包能够减轻。同样的，我们的标准是希望每一个书包的重量不超过孩子体重的1/8。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其实也规划接下来3年的计划，我们总共编列12亿的经费，透过整个普通教室的改建，最重要是教室后的置物柜，3年，然后我们会针对5400间的教室，而且让老师跟孩子共同参与整个置物柜的设计，导入相关的美学啊以及创意发想。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每一间教室的置物柜有足够的空间，让孩子把应该留在学校教室的教材书本放在置物柜。我想我们一步一步来达到为孩子书包减重的目标。刚刚在校门口迎接小朋友，是送礼物还是送红包吗？那内容是什么？红包袋里面有2件东西，一个是东兴国小的徽章，另外一个是一张小纸条，上面有灯谜，所以孩子们在东兴国小今天中午都可以到学校辅导室来兑换奖品有一个积点的制度。那孩子看到这个纸条也很开心，那我们也因应接下来元宵节，孩子可以多了解一些灯谜，然后也可以跟家人互动，互猜灯谜。那你刚刚说你被3打1，那现在开始有轻松一点了？哦，轻松好多哦，其实提前上工就已经轻松很多，原本是想1打3就变成3打1，我被三个孩子真的整到快崩溃，所以才真的体会到太太很了不起，真的非常辛苦也非常伟大。那当然今天开学第一天，我们看到很多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学校上学，我们也很希望孩子在新的学期能够在一个安心安全的学习环境里面成长。像家里今天是只有大宝开学嘛，国中开学，那家里的状况有很匆忙吗？他有没有休假症候群？大宝其实因为已经上国中，所以他蛮能自己照顾自己，所以昨天他也自己整理书包，然后该完成作业赶快完成。
他的书包我觉得以前是蛮重的，但后来有一直提醒他，因为进入国中正在发育的阶段，希望尽量能够把书包减轻，好，所以也会提醒他一些小 paper。 那另外就是如果真的很重有必须要带的书本，希望大家可以用手提着，不要全部放在书包，这样子他会越来越驼背，好，影响他骨骼发育。像刚刚有提到那个校安的部分，那因为局里面其实在上学期有在研议，就是要找专家学者讨论在各班级设这个就是求救铃，就是所谓的呼叫铃。那因为新北现在也有这个规划，不知道说目前的进度或者说您个人的看法怎么样？这样我们其实当然也会参考其他县市他们的做法，我们也会仔细的审慎评估啦，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会持续的聆听包括学校家长孩子们他们的看法跟意见，我们会做一个重整的评估，再来做一个最终的确定。市长，我们有在提醒学校注意防疫的措施，比如说开学后一直在升温。我们一直非常关注哦，所以在过年期间甚至过年前哦，气候转凉的时候，我们特别针对孩子，不管是流感，包括是新冠，我们都特别的提醒校方或者老师，要告诉学生勤洗手，相关卫教的宣导。另一方面，流感疫苗我们其实台北市有75万3000多剂，那施打率99%，所以这个部分会持续的啊，来希望包括所有市民朋友施打流感疫苗，特别针对特定的族群，避免得到流感。那如果学校的孩子得到流感，我们也建议他在家里休息5天，然后接受医师5天流感疫苗的疗程。那如果必要需要到学校来上课，也希望他在不吃退烧药的情形，能够在24小时不发烧，那我们再到学校来。所以这些我们都会透过各种方式以及听取专业的意见，进行各项的宣导。好，我们谢谢。好，是想请教，因为还有那个开工日跟开学日不同，就像可能明明昨天已经上班，但今天大老小要上学，那有些家长就觉得说这样子会有点困扰，这个部分未来会有什么样的调整吗？或者说针对这个？我想我们都是照相关的程序哦，就是当然如果说能够同一天是比较好，但是需要一些调整。第二方面，我想本来我们规划的开学日就是今天第一天，那的确我听到一些家长他们会认为啊，可能今天我要上班，孩子还在放最后一天假，可能照顾上面不方便，未来我们会来协调看看怎么样能够满足各方的需求。但是这一般我们都是照过惯例，比较相关的程序好来决定好开学日。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伽马、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7大保证，7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